然后它是有洞的，它那个洞就比较长，不是圆圆的。哇，这个比较大一点啊、哦。来来来，看有没有螺。哇，这几件混比较，哦，有。哇，你看，这是麦螺，这是海里螺，就是怕里面，怕会不会空壳。哦，不会空壳，你看，游乐里面。这刚刚会吐泡泡，吐泡泡会不会有没有尝试？哦，不是。哎，挂了，吐泡泡了，跟没有的。哇，这里面小螺挺多。哇，这没手套不行，你看这老虎蟹也挺多，算了，换这里抓螃蟹。现在这已经过时了，没有用了，都是壳了，现在没有用，就换这里，又海螺又螃蟹又。这今天风比较大，泥巴给滚了。这个没有货，就是有麦螺。哼，什么搞的？为什么扣的？搬家了，往这边来。我那个这麦螺，你看一对，现在往这里赶。哦，你看，这里有一只那个，这里有一只那个刚刚蜕壳的那个探头螃蟹。哦，还会动，还会动，给换这旁边来。哦，有，你看，嘿嘿。哇、哦，你看这里麦螺，这反正都是麦螺窝在这里。看看有没有空的，没有，好好的。哦，这个海蛎，哇、哦，海蛎给抓这么多进来，哦，看，有，哦有游了，可以。你看，现在这个洞就是那个毛汗的洞，这个会不会大？就这种。哎，这个还不算毛汗，这个是算幼汗的，幼汗的更便宜一点点。你看这么大。哇，还好，这还可以，有呵呵，这个挖深一点，要不然泥巴给填了又埋下去。哦，这海蛎壳实在是太累了，又给碰一下，没事，急呀，它学不出来就行了，就这个会带，看看有没有螺，就这个扣呢，有没有螺，就这个扣呢，怎么搞的啊？滩涂螃蟹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好不好吃就不要。这个是这一种的，你看，呵呵，这个不好吃，太硬了，这个吃的有点草的味道。哇、哦，你看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蜕壳刚刚蜕一半，洗干净，好看。现在是最不能动的，你看，蜕一半了，好，赶紧看一下换下去，要不然等一下没办法了。脱水太久了，它就不行了。哎，这里本来有一个螃蟹洞，那现在肯定里面是没有。这帮老太婆没事都想会想，这会想的就是没有。嘿嘿，这有水的地方，你看，有这个，会不好看？啊、哦，好不好看？就是它就是差这一点点出不来。我现在给它弄一下，它都会出来了。啊、哦。会不会好看？升起来会不会好看？好了，可以了。这只长腿的章鱼，嘿，给困这里可能好多天了，应该。这个泥巴很硬，肯定没土螺。它有螺钻进去的，泥巴是暖的。它涨潮的时候跑这里来吃，退潮的时候就是往那边卧下去。哦哟，看见了，哇、哦，挺多这个。新年楼会不好看，这个太小了，给换这里。哦，你看这里面泥巴是松散的，有个螺哈，松散的就有一个螺，就这么点。我看这旁边什么，再找一点。这种是蛤蜊，这一种是黑皮的蛤蜊，比那个毛蚶更好吃，更甜。这一种，你看这么大个一个，啊、哦。就这么多，几个螺，几个毛蚶，还有一个蛤蜊。哎，走，回去。